啊，大家请坐。啊，而且感谢天恩师德哈、哦，那感谢我们枢纽及领导各位莲师的栽培。啊，那在修观的路上，那我们可以知道说，真的在人生在接近一个成功的团队修。半路上绝对不会寂寞。那我们可以知道说，当你有事情的时候，你第一个我们会求谁？仙佛。仙佛嘛，那对，那或许就是去动手术开个小刀，比如说疝气或者是开右边的疝气，那时候刚好是25分钟的刀那我们要出门也是想平安顺利能够手术一切都能够很顺利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很顺利的排时间去手术台手术台他问我说你麻醉是要半身还是全身的那我说半身的跟全身的什么感觉他说半身的话可能我在缝还是在动的时候你会有感觉我说那很恐怖，我要全身的，还是而且在跟我麻醉是全身的，结果那个躺下去之后，